请欣赏一个热闹的群口相声《金刚腿儿》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、张九龄。128的怪物。
条件来说呀，啊，得有一座什么山？一座山，这个人都疯了，他们已经被他逼疯了。山有腿吗？他问的对，山有腿吗？我知道没有。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老看我，看着你说，你看你看，你们聊天的人。这个没听过山有腿的呀？对啊，问问你的香山呢、景山呢、井冈山呢？没有腿，井冈山有腿，那是歌手。我要给你，你还跟他聊会儿，解释，你是得跟他聊会儿，解释什么意思？你这包袱跟他能聊一块儿去？太累了，我解释一个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山的名字里有腿，我山的名字里就有腿。我这山叫什么山啊？二龙山。二龙山有吗？有啊，咱得承认呢，是不就是有？有二龙山吗？二龙山，您好好的，我动手就是唱的好吗？对，二爷们二龙山呀，高爷们高万丈，嘿嘿，二爷们二龙山呀，高爷们高万丈，嘿嘿，二爷们二龙山呀，高爷们高万丈，嘿嘿，二爷们二龙山，阿进阿进，阿进这娘可娘的阿进。阿进，你再上你跟阿出去吧。这个你们就知道有这山，有这山，有这个山，二龙山，山中间有腿吗？但是有一腿，你跟谁有一腿了？这他妈的龙啊，是都说是五爪金龙，对，没人说是五腿金龙。我明白了，那这五爪金龙那个爪长哪儿啊？腿上啊。不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太不上，还得长腿上，不能直接长肚子上啊。那好看吗？肚子也不乐意啊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今儿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没听。你要提前得热，万一内退了。你得给人公交。哎，我找金龙，这找是不是长腿呢？对对对，这意思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二龙山。对了，哦，这后边都有。哎。不够一百二十八条腿，这是几条腿呀、啊？算着算着就够了啊、哦！算着算着就够了。我们俩呢？你数着呀，我帮你数着啊。一座什么山？四条腿。四条腿。山上有座什么庙？四条腿。这庙里供着什么神呢？四条腿。庙外边有棵什么树？四条腿。树上落一什么鸟？四条腿。鸟嘴里边叼着什么果子？四条腿。下山走什么路？四条腿。过了什么桥？四条腿。上谁那儿去？四条腿。他们家到哪儿？四条腿。叫门谁给开的门？四条腿。进屋让什么座？四条腿。给的什么茶水？四条腿。给的什么点心？四条腿。给人说的什么书？四条腿。说乐了给什么钱？四条腿。这是前上有窟窿眼儿，四条腿，就说完了，四条腿，可以开始，四条腿，不要捣乱了，四条腿，你们有点诚心，四条腿，你们两个人，四条腿，哎，俩人头四条腿，对呀、啊，把你们俩放进去，这结束得了吗？不要打，我帮你数着吗？都数一数。您看，我明白了，有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啊？前上得有窟窿眼儿，哦，二一个头一个说出什么动物来，句句离不开的，哦，能硬的啊，对对对，没有问题呀、啊，是没问题呀、啊，我搭档即兴小能手，没看对、啊，动物起，动物到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么我出的主意，我先来，您先来，您举个例子，哎，什么山啊？啊，青龙山。有青龙山呀，有这山，有咱得证明有这个青龙山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歌唱的好吗？哎，请你们青龙山呀，高呀么高万丈，嘿嘿，请你们青龙山呀，高呀么高万丈。你们俩听过别的歌吗？怎么全是这个调啊？青龙山高啊！为啥只有我唱所有歌是一个调啊？碰见我们俩了，哎。有朋友了，对，就是说有没有？有，哎，有就 OK 了，好吧？青龙山，青龙山，句句不离龙，不离龙了。问吧，来，山上有座什么庙？龙王爷的庙。王爷有龙王，是不是？龙王爷，过去封建迷信里管着下雨的。对对对，龙王爷的庙，龙王爷的庙，里边供的什么神？龙王爷呀。
正庙正神，这叫正庙正神。龙王爷供在龙王庙里头。对，嗯，供别的不像。供了哪个龙王呢？啊，就那个龙王。他想四百龙王，你想到底四百？哦，想供谁供谁。咱这我拔个金刚腿儿没说供的。信不完这事就有了。门口啊，有个什么树？龙爪槐。龙爪槐，我知道。槐，龙爪槐。对对对对，是这意思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长得残疾人似的，这不龙爪吗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那一场走成这样，不光是他一人。你考虑过你们的形象？对他的奉承。哎，可来了一明白人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怎么办？哎，爪槐，爪槐，爪槐，龙爪槐，龙爪槐。那树上有个什么鸟？鸟，龙鸟。哦，龙鸟子，我没有知道，没有跟你说话。龙鸟子，那鸟的嘴里叼着个果子，龙眼啊，荔枝，这我知道。不对，不对，这位龙眼的荔枝，这说的话就跟法国人似的。龙眼能是荔枝吗？跟你搭档，人龙王庙里供一个独眼的龙王啊。哦。比荔枝小啊，对，小荔枝。那那个下山呢，走的什么路？二龙路。哦，我听过二龙湖，没走过二龙路，那得走太远了，我这一下站到东北去了。不是二龙路，浩哥啊，不是，浩哥，浩哥，二龙路，北京有这地名，有这个京畿道边上。哪儿？啊，就是那道边上。哎，他们说的，反正到不到您都包啊。对，有有。你说有就有，你是北京人，我是二龙，我了解啊，二龙，二龙，过了什么桥呢？青龙桥，什么桥？青龙桥，地理湖，青龙桥，康庄的怀来县。哎呀，北辽那块儿，瞅这个呀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有，嗯，上哪儿呢？去谁家？王九龙上边，王九龙里啊，对，有龙，王九龙 ，N Dragon 吗？对对对，没来这个是吧？王九龙，王大王大的，哎，那谁开的门？孔云龙给开的门。上王九龙家，孔云龙给开的门。他们家这么厚，这是什么配置？我拿银子当碎碎啊！孔云龙在他们家给开门。啊，三哥，孔云龙三哥给开门。行，进屋给让什么座？给的呀。嗯，绣龙尊。绣龙尊，你长那个做绣龙尊的脸这么脸，谁有那敢做呀？你长着那个脸了，还绣龙尊，那都皇上做的。不是，我这不赶上那个字儿了，赶上那折扣了吗？绣龙尊，坐吧，绣龙尊，坐吧，龙尊，坐下吧。啊，跟你们使节目的脖子寿命了。绣龙尊，绣龙尊，让什么茶？龙井茶。哟，龙井，龙井好香啊。龙井吗？龙井，龙井双棒。对。我跟你去也下班了，本来他老想机遇这么热情，观众他老想下班。你们俩知道尴尬打字儿什么戏？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他们。我压根儿就没说话。你不说话就是对中国相声的最大的帮助了。不，就是对我的帮助。啊，龙井，龙井好茶，这咱知道，好茶也龙井茶。嗯。用的什么茶盅，什么盖碗？团龙的茶盅，团龙的盖碗。哦，这不错，把这龙给盘起来，上下有啊，讲究了，哇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棒了。嗯，上的什么点心？龙凤饼，龙凤饼，哎，后边这东西比较。嗯，听了什么书？五龙捧寿。哎，这点好书。好吧，给了什么钱？乾隆钱。乾隆钱有点什么？元钱方孔，那元在方。哦。怎么样？
挺好。哎，包袱在哪儿呢？包袱在这儿呢。那看你回答他呀，金先生，包袱在哪儿？笑死！你这个金先生不要再幽默了。挂了吗？挂了。咱们文字游戏嘛。对对，挺有意思的。来，放松了。挂了吗？我就求你啊，你就尽量把笑点砍下一截吧。我露一头就完了。来，开始我的啊。开始。二五点来。什么山？什么山是首阳山？有。首阳山有吗？这真有啊，首阳山真有。啊、对呀、啊。伯夷、叔齐、双双饿死在首阳山。对呀、啊。这首歌你没听过吗？首阳，首阳山。杨九郎，正庙正神，正庙正神。我要带着，我也没带着枪，我也没带着。杨继业，大刀杨明杨继业的庙供杨九郎，都姓杨吗？对呀、啊，杨九郎、杨八郎、杨七郎、杨六郎、杨四郎、杨五郎、杨二郎、杨大郎。这个杨继业在哪儿啊？杨九郎在大郎。哎，这个问的特别的棒。杨继业在哪儿呢？杨继业不在杨继业的庙上了吗？那杨九郎在这干嘛呢？在这当排位呢吗？这样这儿你两苗、啊、哎，庙里供的是杨继业，正庙正神杨继业。正庙正神，对呀、啊，那个谁要是有门帘的朋友，封杀我们。我已经放弃了。我看你听不明白。杨继业，他说吧，对，明白。这是我发现规律，什么庙就得供。往下说。对了。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就珍藏版了，以后不会有再有合作了。问问我，庙外面有棵什么树？有一棵大叶杨。拴不分开，被你们是灾难。拴子，大月羊，大月羊，哎，这是一个大羊啊。大月羊能闹的什么鸟？苍蝇。正树正鸟。哎。正树正鸟，你给我闭嘴啊！我一个一个我问啊。大眼羊上到一苍到一苍蝇，造不造饭我不管啊，没有羊，没怎么没有羊呢？这苍蝇啊是从外国飞来的羊苍蝇，这你想哎，小三羊苍蝇哦，哎，太大了，对对对，好，飞过来一只羊苍蝇，哎，这苍蝇里叼一什么果啊？西瓜。你是地球人吗？是是是，就是苍蝇嘴里叼一西瓜。哎，苍蝇嘴里叼一西瓜，西瓜也没羊。西瓜是外国进口的洋西瓜。你看他的偷换羊，洋西瓜外国进来的呀，那个东西一劈开一剥皮儿，是不是老好吃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西瓜简直嘛，对，西瓜吗？就是那个西瓜，真棒。他保护有点不爱搭理我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我就该不爱搭理你了。咱们仨都想一个，谁都不爱搭理你。你有错我说啊，钓一西瓜，杨西瓜啊，完了下山走的什么桥？我走的杨辉桥啊，杨辉桥啊，什么路呢？杨辉路啊。你看他怎么好找？啊，上哪儿去？杨辉村啊，不是杨村啊。杨村。五姓官家，杨老师他们家姓杨名啊，上谁家去？上喜羊羊他们家去。喜羊羊，你现在朋友我应该少交哎。喜羊羊他们家去。你说没说过喜羊羊啊？喜羊羊，喜羊羊他们家去。哎，叫门，谁给开门？安卓的 baby。这人有是有是有。安卓的 baby 他有羊，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杨羊。羊
杨颖。哦，外文名反正有中文名。哎 ，Angelababy， 杨颖，杨颖。进屋是让的什么座？让的是沙发。沙发没有，杨椅子。羊椅子，羊椅子，给的什么水？给的羊奶，我不是羊，咖啡，咖啡没有，羊饮料，羊饮料，给什么点心？面包，面包没有，羊点心。您这说的出对，他知道，他这出对，知道了。您这出导演啊，好，给的是羊点心，羊点心。那么您给人家说的是什么书？我给他说了一对羊家将。哎，这个就好，杨家将啊，那是啊，给人说开心了，给的什么赏钱？给的我是现大羊，那就不行了。现大羊怎么没有眼？现大羊现左呀，现左呀。你把那点银子拿去给我，我打点钉子去。好，这谁银子扎着？好，走走啊，还算凑合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那能花到这儿，我很满意了。不错呀，妈，我们把这个台拆掉。冷静啊，哎，我冷静。下台了就吃药啊，好，走。到我了，到你了，到某家了啊！到我了，我得问您吗？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要先说啊，叫什么山？青龙山。青龙山，对，青龙山，什么庙？梁启建的庙。庙外名树。啊？庙外有什么神？龙王爷。庙外有什么树？大院儿家。这我们俩一人摘一句呢，您问您自己找。我你找自己开发，我给你们俩总结一下，多新鲜的，这都给我说的清楚。对呀，我这感觉，他出说话了啊，有时间允许了啊，有一个鸭鸡山，鸭鸡山，有这山呀？哦，有不行，有有人家这个鸭子呢，对，鸡还两条腿呢，对呀，哦，你加一半，对，一半都是腹呗，两条腿吗？对，鸭子和鸡两条腿，对呀，加在一块四条腿。第二天呢，你山上什么呀？有鸭鸡庙。鸡庙，对，庙里供奉什么神？一只鸭子，一只鸡。庙外有什么树？鸭鸡树。树上落什么鸟？一只鸭子，一只鸡。鸟给你叼什么果子？地上鸭子，鸭子鸡。知道吗？叼什么玩意儿？这您俩离那个鸭子远一点儿啊！嘴接近一点，可以，可以，不可以了啊！我队长，又得队长了，不能糊弄观众啊！马鞍山，马鞍山，这都不用问您。哎，演出我还真去过，对，有这首歌啊，马爷马马。住口！我对不住您俩的啊！马鞍山，对，有座山上什么庙？什么庙？马王爷的庙。啊，这就是马王爷，也是神话人物。没事，庙里供什么神？马王爷，正庙正神。正庙正神。庙外有棵什么树？有一棵松树。松树没马，它是马尾松。哦，我是大叶羊。它是猴脚槐。马尾松。你们俩就别在屋里憋着自己了。你们出去活动活动，世界还是很美好的。啊，挂了马马尾松。哎，马尾松上是什么鸟？算是鹦鹉。你小名叫鹦鹉，我不认识。这不是问他没有马呀？对呀、啊，问他鹦鹉没有猴啊？我没有马呀。他差点回答你。他是马来西亚飞过来的鹦鹉。马来西亚飞过来鹦鹉还有马呀？对呀。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就得有马啊！马来西亚对不对？对。鸟给你叼什么果子？枣。枣。马牙枣。马牙枣。没有马。马牙枣。哦，马牙枣。马像啊，牙一样的枣叫马牙枣。枣。马牙枣。啊，那个下山走什么桥？走什么路？走什么路？马路。马路。不会问。桥。马驹桥，哦，我知道马驹桥，北京的。您要到哪里去？我去马肖胜他们家，就刚才那个，对，咱进口那孙子。哎，马肖胜他们家，哎，叫门谁给开的门？马伊琍给开的门。说相声朋友是多，哎，
马德正是马伊琍，马伊琍真的是喜羊羊。哎，你说的上不上吗？马伊琍干什么？对了，进屋让你什么座？马桶，马桶。什么带壳之道这是？不是不是，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让马三立，不是不是马，不是你，我坐马三立，不是马，那是马扎。对呀，三个马扎立在那儿。大爷，三立，别给我憋屈您大，这个差大的，这想抽你啊。给个什么茶水？哎，马尿，不是那个，那个、太好交朋友了。那个焦糖玛奇朵，哦，焦糖玛奇朵，还挺有意思啊。给的这个焦糖玛奇朵，对了，给的什么点心？反正不是马马那个，您忌口的那个，不是萨奇马，味儿就不一样。萨奇马，这是味儿怎么不一样？哦，这他说味儿怎么不一样？味儿都不一样。哦、马奇马，萨奇马。哎，你给人说什么书？想马赚。哎，这女孩好说啊，想马赚，说了给什么钱？马币。这人骂人呢，骂人呢。谁骂人啊？骂人，还是骂人？说给什么钱？我都不会说。马币。你这人不要瞎说话啊！没瞎说话。什么叫这个马币？啊，不开玩笑，开玩笑知道啊？咱都乐对吗？咱不开玩笑，没乐。那就是骂我。马来西亚的币，这是马币。那你这马币，你没有点儿啊？你们俩要再这样，我可下台了。语言如此的粗糙不堪，再经打磨，用这种低级的话语逗观众开心，就不是德云社的相声。我这就不错了，我告诉你是马币，我可没告诉你马来币。这什么语言？我这马来西亚的币没有两人的，我也没见过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我现撕了。哦，他那现凿，我这现疼了。哎呦，我现撕了。咱们马币显的环节赶紧结束。再说下去咱们就多，咱们不要再说了。换一个小游戏吧。哎，咱们又玩游戏了。哎，要一个两人三足行。哎，哦，老牛做小鸡。哪个老先生还是玩老牛做小鸡？哪个老先生玩老牛做小鸡？哎，咱们好好来一回，叫四管四侠，太好了，哎，太好了，明白吗？四管四侠，嗯，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，小明，我知道你说你，你说什么话？四管四侠，不错，你来来，听我说啊，来来来来，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先说四管东西，哎。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桌上长的，还有屋里头有的啊。我说这四样呢，朱朱老师，我。您你第二个说，我二说，四管打您这儿来。好，您这四样管我这四样，这叫四管，这叫四管。什么叫四侠？您第三个说，啊、您这四样管我们八样、啊。四侠，我这是最难的。哦、太对了。哦，四管四侠，搭档你还有什么难的呀？对，您更难的了，是不是？是四管四侠，好，自己跟自己得合辙押韵。好，啊、哦，行，我明白了，慢点，那天上飞的啊，天上飞的鸳鸯，鸳鸯。天上飞的鸳鸯，太好了，我知道啊，鸳鸯双栖蝶双飞的那个蝴蝶。对了，就是那个。那个，你们俩爱怎么不知道？我们明白了。你跟你的小伙伴们已经了解了。鸳鸯，我们聊我们，你们俩聊你们的啊。我了解我的小伙伴。哎，别打扰。天上飞的鸳鸯，地上跑的绵羊，绵羊，鸳鸯，绵羊，鸳鸯，绵羊都是羊。开始我了，开始我了，我二说了，嗯，我先说，我说天上飞的是凤凰，凤凰，我是鸳鸯，鸳鸯，我是凤凰。朱先生，您这不对，怎么不对呀、啊？凤凰那是百鸟之王，过鸟之王。那么说，那么说金老师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。您都百鸟之王，那么金先生怎么办？你管他干嘛呀？姐姐，你说的有道理。
绵羊，管绵羊的狼吃羊冷不防啊，正好是食物链上面，刀上就死了。那么说你得戳上吧。啊，书香这能管文章？我这书香能把你这文章搁在里边啊？比我高一级。对了，屋里头有的姑娘，这我没跟梅香怎么说？我这是姑娘，您这是小丫鬟梅香啊？哦，我是丫鬟。对，我是主人啊，我是你的主人啊。好，这个我现在想把马褂给三五零穿上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说完了，请您休息。哎，我要休息了。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黄水他装满瓶最好用的。别开心了，四个侠是最难的。我感觉到了，天上飞的。我这个家人，地坠轰导弹。不赖你，不赖看他啊，看他的，哎，导弹，地下跑的，坦克，桌上买的，手榴弹，黑手的，王雪红，好，一样，好有啊！您说人家能管得上吗？太管得上了！天上飞的导弹，打死你绵羊啊，轰死你凤凰，地上跑的坦克，谁让你的绵羊啊，怼死你的豺狼！你那个桌上买的手雷，你甭说你这书香文章了啊！连房都给拆了啊！这边有的王九龙，哎，一手搂着梅香，一手搂着姑娘。